我们发一张吧。其实我很认真的在想，你家的观众是不是耳膜全都坏掉了，所以才在那边说什么，哎，这才是我们要的音量。然后后来我去看留档的话，然后全爆了。你知道他们就像是那个手机萤幕总是调90%以上，然后用久了，那突然去其他地方看到人家用萤幕，就是哎，你的萤幕怎么那么暗啊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们有免洗耳膜可以换。我用我同学的耳膜，他说很好听。救命！你是不是应该说些什么？我觉得你们家的观众耳膜好像常常流汁。啊，他们的耳膜都是免洗的啦，OK、啦只是我不知道被主播说免洗这样会不会影响环保啊？这样会有问题吗 ？OK 啦，他们如果自己就是把换掉的耳膜自己吃下去，然后再自体生一个的话，其实还蛮环保的。开玩笑，我们家中有一箱耳膜，我们常常换耳膜，没事的。有人要耳膜吗？天风，你先等一下，我们家的天风他会卖耳膜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洽询我们天风啊。他号称他们家很多无线耳膜的，耳膜治愈数一次500，那不是赚爆了？我们财富自由了、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真的哎，可以可以，我们就靠这个，我们就翻转那个社会阶级，我们就靠这个成功、快乐又致富。你的拉面店老板娘的角色，那会变成我的副业，我的主业会变成我的副业。你的主业卖耳膜，副业拉面店老板娘是不是？对，卖拉面就会变成我的兴趣这样子，然后主要就是卖耳膜这样子。我要像那个直播主一样啊，好，要的要加一，要的加一哈啊，等一下会有小帮手，好，我会再跟大家要资料哈，大家就那个加一加一哈，来赶快来，最后剩10秒，剩10分钟了，来再不快下了就没有了。哎、欸，你超级像那种电视购物贩卖台的、欸。赞欸，你现在是要卖拉面补充包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最后3分钟就没有了，我们这个最后3分钟如果再不打电话的话，我们这个限量卖完就没有了。最后三分钟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老板已经来到这里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再多给我们一些观众有什么？好，你说什么啊？好，我听到了，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再加一包，是不是应该心动了？是不是应该心动了？再加一包，老板优惠都寄出来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现在立刻电话买起来？有没有看到老板都要卖到脱裤子啦？那个各位，那个为了保住老板的裤子啊，大家还是赶快下单啊，我们多帮他新买一条裤子给他、啊。老板已经都牺牲成这样了。我们现在那个直播画面下方有没有看到那个电话？现在立刻咨询下方这个电话。我就静静看着你们倒数时间到换下一批客人，你不要这样。不管是什么，我们就需要您这种不理智的客人。理性消费，理性消费。等一下我们会不会被系统自动审核？这边是什么不孝业者？我们这边是卖拉面的，我们现在在卖拉面冷冻包装。人家拉面店都有在卖冷冻拉面包，我们也是只是在卖冷冻的白汤而已啊。哈？对啊。你不知道你被卖了吗？哎、欸，来，各位观众、各位消费者，我们再来呢，要卖的是白汤的原汁原味冷冻补充白汤包装，那个一包只要300块。啊，算了，好便宜哦，我好廉价，我廉价，呜呼，我好廉价。哎，冷冻汤包跟面，来你自己说说看，你觉得你应该多少？30块。